乘100亿倍，保生大帝无真人千秋，中路财神赵元帅圣诞，日本冲绳斋场御月及玉泉洞。4月25号星期四，巨石月，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1000亿倍。上午10点，日本奈良开运吉祥献供法会。下午1点半，恭送普门品祈福法会暨佛法开示。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觉照您的佛性般若，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。释迦牟尼佛过去是因地中行菩萨道时，曾为一个大国王，名叫萨波达。他一生行善，乐为布施。有一天，国王跟夫人在后宫观赏荷花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好心的国王，请你救救我！有一只凶猛的老鹰要杀我。白鸽，不要惊慌，有本王在此，当保护你的性命。白鸽是我的食物，我很饥饿，希望大王将鸽子还给我。我已经答应保护白鸽的安全，你的目的只是为了饱餐充饥，请你放过这只鸽子，我可以答应百倍于鸽子的重量给你。慈悲的大王，你一生慈济众生，毫无吝惜，只要大王肯施舍您身上的肌肉，其重量与鸽子相等，我就可以满足了。小鸽子，请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救你。国王陛下，请你动作快一点，我肚子正饿着呢。好，我会立即实现我的诺言。国王陛下，你那一点肉是不够的，再来一些吧。没问题，我一定会给你更鸽子同重量的肉。为什么还是不能等重？你觉得你那几块肉就可以抵鸽子一条命吗？我明白了，生命不能以重量衡量。这时候，国王从容地站上棒秤。棒秤终于得以水平。奇怪的是，这时传来悦耳的仙乐跟五彩祥光。老鹰跟白鸽看到之后，深受感动，便回帝室与天王行孝，当众跪地叩首，赞叹不已。
阿勇啊，赶紧下死来啦，请原谅我。阿妈跟你讲啊，冲啥啦？阿勇，你别走，我还拖在探家呢。你干什么？阿胖，你走较紧的啦。哎呦，为什么了不起？你个嘴硬，该救我哇！有听无？好啊啦！啊，是安怎啦？好啊，今日咱来写功课。他功课不好，拜托老师哦，不要给他留级，要不然哦，他会去做流氓的。拜托啦，老师啊！哈哈哈哈。哇，这么多钱哦！阿妹，咱去街边几张哦，就会使替你小心。喂，高兴啦，真歹势哦，伫这摆摊是爱交税哦。什么交税啊？听无？老大，台语缴税要怎么说啊？咱是路盲咧，不是警察啦，什么的交税？哦。我跟你讲，阮老大佮意你这只猪公，想要佮你借一个。哦，我是要猪哭哭啦，想要只猪公。啊，你大伯学遐尼久拢学袂响的，哦，你实在有影尔帮帮忙的。闪。嘿，来，我看你赚偌济啊。袂使啦，这钱袂当互你。搞起来我叫你放手，你无听的哦。拜托，真爱我啦。放啦，叫你放你听无？袂使啦！哎呦，我死你啊！退来啦！搞起来！放我！袂使啦！这只猪不是在淡水失踪的那一只吗？小朋友，你是不是郭世雄？大林啊，原谅一下啦，伊还是囡仔，唔捌代志，你若要怪就怪我好啊啦。郭妈妈，你不用担心啦，我们只是做个笔录，做完之后孩子就可以回去啦，无代志啦。是哦，真多谢，多谢呢。来，妹来啊，紧吃紧吃。好啦，阿肥嘞？阿肥哦，伊无代志，你紧吃紧吃啦。管我啦，你去读书啦，我实在足唔甘愿的。阿母，没关系啦，只个读就有啊，乐观一点。我真正足唔甘愿的呢，伊个无良心的安尼甲我骗了了，一定会有报应啦。小兰啊，阿母甲你拍，你拢未怨恨我哦。不要紧啦，阿母，来。
阿雄，事情已经成定局了，你要放下，往好处想，阿布的死才会有价值。是啊，阿布他现在卖了很多钱，确实很有价值。阿布他这一辈子当猪，是业力果报，相信他恶业已了，应该会有善报。就像佛陀说的啊，自有因果定律。我不管什么水果苹果绿不绿的，我要我的阿布，你懂不懂？你生气有用吗？西大多，把天鹅还我，他是我射中的。不，这天鹅应该是属于救护他的人的，我要医护他，所以应该属于我。你给我听清楚，堂兄，这只鸟是我射中的，它本来就应该是我的啊。天鹅还我。不行，我要先去医治他。提婆达多，我想请长老来判决吧。可恶。于是议会学者展开好几场的辩论。我慎重宣布，最后决定活着的天鹅是属于救护他生命的人。喂，这怎么行？我不服气。感谢审判长。天鹅，恭喜你，你可以重获自由了。可恶的斯达多，你跟我气干嘛呀？我一定要报仇。阿雄诶，你真神济！阿雄诶，阿雄，阿雄，你真神济！阿雄，我爱做提婆达多。啥物提婆达多？你是咧讲啥啦？阿爸，我唔对啊，死咧啦！好啦好啦好啦，无代志就好啊吼。好啦，莫哭莫哭，好啦，乖乖乖乖，戆囡仔。你今日较早收哦。
是啊，落雨天都无虾米人。诶，阿勇搁咧困哦？要甲叫无？诶，别，倒困啦。伊哪会三更半暝走去想水？唔是想水啦，伊就讲伊想迄只阿肥，想甲困袂去啊。唔则带咪咪去海边啊散步，啊咪咪落乌白洞，再会跋海海。阿勇唔则跳落去甲救。你若唔信哦，啊无哦，你去问咪咪。问咪咪？你甲我装笑啊？装笑的，无我来问。咪咪，来，我问你哦，你讲是唔是啊？哎，你看，咪咪也讲是啊。卖连笑话啊！哎，伊真正叫你阿爸哦。当然啦，是真正的。嘿嘿，中啥啦？你搁啉烧酒啊吼？无啦，我敢若啉一丝丝啊尔。啉一丝丝啦？你的一丝丝啦，拢嘛几桶？那呢？你有感觉安怎无？是有淡薄啊，没关系呢。哎呦，我讲的毋是迄啦，我是讲你的身体吼，敢有感觉怪怪？无咧，无，我会记三岁迄年吼，我会叫我一声阿母，结果吼，害我落屎落几礼拜啦，要哪会无？哎呦，恁查某人哦，就是想济啦，啥物算命的，信也提袂通啊！啊，互你家己个囝叫一声阿爸阿母，本来就天公地道的代志啊，讲啥物小气？哟，互恁囝叫一声阿爸，即摆红声吼。什么红声？你咧食醋哟？食醋？我搁咧食豆油咧，你神经哦、啊！来啊，饮茶啊，饮茶啦！来啊，来啊，饮茶啦！人若要快乐，烧酒来泡茶，满腹的怨气。放风吹，一杯饮落去，欢喜来泡茶。云游四海，自由飞。嗨。老大，咱要问你讲，什么时阵要比赛啦？是啊，我们好久没有去刺激一下耶。昨天又有同学要加入我们球队，我们现在的球具都已经齐全了。你不是说要让他好